候我正在看。先绑，那我们可以上前面一点吗？这样子比较安全一点，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安全一点。好 ，OK， 他喝个水。嗨，你好，你好，我在我幽默邮箱。好的，看中间。啊，看中间 OK 好吗？看前面就好，看前面。哎，你站点会比较好，因为你要绑。所以这次是来台湾拍 YouTube 吗？那有先准备一些中文跟就是台湾的民众互动。今回は YouTube の撮影だと思われますが、よかったら中国語で挨拶をお願いします。你好，我的名字叫刘木优山，我喜欢吃烤肉。他这次有去哪里走走跟吃什么美食？もうすでにどっかで撮影しに行かれたりとか、何か美味しいものを食べました。あ、先去的，なんだっけ最初は。大餐包小餐。啊，先吃的是大餐包小餐。羊肉串。几个人？七里市。市里夜市。市里夜市，一天已经准备去了。对，之前中文中文吗？中国话啊，もともとちょっと喋れるって感じ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对，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本来我小时候妈妈教我的。是中文学。那这次就是来台湾有跟那个林湘合作嘛？那他说他是一个很小，就是怎么开始关注到他的？ニュースで拝見見ててくださったようですが、林湘との通称で、林湘もともと好きだったんですが、きっかけを教えてください。我ニュースで初めて見て第一次看的ニュース那时候我觉得林湘真可爱で我一直查林湘这是谁哟我一直查那个我一年前出的動画里头也说林湘真可爱我也想当チアガールだら对我也想当1年前的動画で言っ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よ快活の動画で他是在一年前的时候他就关注到林湘而且他在一年前的时候拍的影片就有说在影片里面就有说林湘很可爱，对，那这次呢非常荣幸可以跟林湘就是一起拍影片，对，那一起拍照，对，那之后呢他是很就是向往林湘，很憧憬，对，希望有机会可以像林湘一样成为台湾的啦啦队，然后呢在台湾这边就是演艺圈活跃这样。那跟林湘见面的时候有没有聊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林湘と会った時は何かお話面白いことあったんですか？面白いこと。リンクを送ってくれた。对，林湘给我买一杯乌龙茶那样子，给我买送给我。那个林湘跟我说，なんだっけ日本で一番可愛いチアガールになったらいいじゃんって。就开始了。他说，就是林湘真的非常亲切。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球场的时候，他有请林湘，还有请林木湘喝饮料。对对对，然后也有就是两个人也有聊啦啦队的事情。对，那林湘也有说，林木湘，因为你。他是小粉丝嘛，对，然后呢，林湘有鼓励他说，如果你有机会成为啦啦队的话，会非常有潜力，因为他的外表是真可爱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是真的想要来台湾，就是争取啦啦队。もし機会がありましたら、本当に台湾チアガールを目指してる感じですか？はい、我的梦想是进台湾的啦啦队。对，这是他的梦想。怎么会有这个梦想，想说进台湾的啦啦队？もしよかったら、もっときっかけとか、チアに何でも入りたいか。例えば林湘のチームメイト。昨天那个看板にもチアガールが出てて、
台湾のチアガールすごい可愛いし、リンシャンも大好きだし、そう入りたいです。他说就是之前他就有在关注，那比如说就是台湾很多地方，比如说其实林湘他也是本来就是他的偶像，对，那透过这个契机，他也看到就是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大家对他的看法，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可爱，他可以就是像我们希望有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成为就是大家这样。除了啦啦队之外，还有关注一些台湾的艺人啊，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之类的。嗯，他にもし差し支えなければ、台湾の好きな芸能人とか、もしくはなんか面白いドラマとか、なんか何でもいいので。そうか、ドラマ見たことなくて台湾の。台湾的话，因为他在日本的话，还没有看过太多，就是接触机会比较少。谢谢。母亲节要到了，有计划过吗？嗯，啊，そろそろ母の日、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何か例えばお母さんに、台湾のお母さんの記念を受けて、なんか一言、はい、鈴木さんのお母さんに伝えたい。自分のお母さんに。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ママがいつもちっちゃい頃から優香が芸能人になってねって言ってくれて。今叶えてる最中だから、これからももっと頑張るし、台湾でも人気にな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他说就是这个问题的话，他首先想要，他就想到，因为妈妈，他也想要先透过这个机会，跟他的妈妈说非常感谢。因为呢，他的妈妈从小就是，就是也有鼓励他。如果你有一天成为艺人的话，希望你可以更加的活跃。那希望今天看到这么多记者朋友，然后呢，他也非常开心。对，那可以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跟他的妈妈说，哎，母亲节快乐，也跟台湾的各位妈妈说母亲节快乐。那有预计带什么台湾的伴手礼去送给妈妈？何かお母さん台湾のお土産買って帰りたいのありますか？啊，そうですね。お母さんは食べるのが好きです。妈妈喜欢吃，本来我想给妈妈买台湾的点心。お菓子什么？Pineapple cake。お菓子系です。そうですね。他目前还没有，但比如说像凤梨酥啦，比如说有名的，或者是其他的甜点之类的，还在想。那好像这一次要去台南，怎么会特别计划说要去台南这个地方？これもし水産のある県、もしもともとあなんか南の方に撮影行くらしい、聞い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しよかったらできる範囲だけで大丈夫なので、少しだけチャーミングポイント、なんか楽しみの内容とか。あ、明日行く台南の。そうそうそう。なんで行くか。ドロプロに入りたくて、前にベトナムで入ったんですけど、台南にもあるって聞いて、それで YouTube もなんかみんなもすごいドロプロ良かったよって言って、また入ってほしいって言ってくれて、私もなんかいろんな国のドロプロ入って興味があるから、ちょっとドロプロ目当てで行きます。それをちょっと楽しみにしての部分も含めて。这样行。他是因为台湾这个就是他也希望保留一点点，希望给台湾的粉丝，更就是更期待。他因为台湾是在关子的时候泥浆温泉，他刚好他在之前在越南有去拍过越南的泥浆温泉，对，他那时候就是粉丝都非常的好评，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们想要再看到类似的题材。对，所以他自己很认真上网做了功课，查到说，台湾也有这个泥浆温泉，其实世界没有几个地方。对，就是今天，这次带回去那边拍一下。那内容的话，就请大家敬请期待。放学期。嗨 ，OK， 谢谢。关于泥浆温泉，火山的温泉。Thank you， 就可以了。很好，来，看了，我这边看，来，一点十。OK， 好了，可以吧 ？OK， 可以。OK， 好，我们去电话出口吧。对，谢谢谢谢。日本的铃木优香，对。那你交给他吧。他想住就是日本来的，对，想住台湾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那个戴帽子那个也是妈妈。拍个照。
戴帽子那个也是妈妈，渔夫帽那个。小鱼，你还拿一束啊？快点！妈妈一起啊！不要不要！一起了。这个是未来的妈妈，在20年后。